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平安健康，今天早上可以一起来教会敬拜赞美他。接下来我们把敬拜时间交给陈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早上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口来到这圣殿来赞美他因为圣经记载的，当用诗歌、琴弦进入他的门，进入他的院。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唯一永恒盼望，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永恒唯一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好的至宝。数十一，我以为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了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感谢主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帮助。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了救赎你，生命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谢谢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帮助。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
因为你知道人不能从罪恶的当中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出死入生，因此你爱我们，赐下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而这位救主不是高高在上，他乃是舍弃了天上的宝座来到我们的当中，更重要的是他如同我们的朋友，他如同我们的一个保护者一样，像牧羊人保护他的羊群。谢谢你给我们一生这么大的福分，也让我们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生命来颂扬他，来见证他。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耶和华是我牧者。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确信跟盼望，那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是昔在今在永在，我们相信这样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不然在我们人世上所有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只有变这个事情是不改变的。所以有了一个创始成终永恒不变的神，他所说的慈爱和公义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没有的经验。所以弟兄姐妹，相信有这一位神要来帮助我们，相信有这一位神要来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将我们所信的这所有的一切跟天父上帝说，是啊，谢谢你，谢谢你是最爱我们的阿爸父，谢谢耶稣为我们做的一切。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是我的今天我。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生命是我的爱。
重新拾回做你儿女的尊荣，做你儿女的幸福。主啊，愿这当中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享受这样福分跟恩典。如果我们当中也还有不认识你的人，主啊，让他们能够知道这所有的一切你都为所有你所创造的你的儿女来预备。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这些人所创作的诗歌，能够口唱心和地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愿这所有一切的赞美尊崇使你的名得到尊荣。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